他下边的时间，他说他两点多上线，我发现两点多。Stop, stop, wait for me.
OK， 就是你先通知我，跟你一起听听音乐。没有，跟你一起打听音乐，然后小河蟹。啊，你帮我打 buff， 打快点，然后我就去红 buff 那边了。嗯。不要在这边讲话，人家听得到的。不用听啊。行不能我爸。没有，他不要打，我跟我转走。离开啊，被中路啊。起来够那个眼前就来了，啊！我想那个管的林更加那个 Franco 那个脸，我这样子哦，他就直让我绑住。给你现在要找一个，因为他那个是那个是爆火的提供。一定要拿八分，我的令也是，也没有令好，哎，跳三个墙壁就没有了。你昨天有提醒吗？当时我在提醒掉了，我是看怎么样玩的，没人呢，那个令还不爆的。啊，我看谁能玩到，星死掉了。然后我看谁就救了完了，是零啊，是零啊。第一个英雄还是 C 二，上到 Epic， 上到 Epic 啊，之后改变英雄，一直变成 C 二，我就玩变成 C 二，所以我就一直跳 rank， 之后呢，我又有钱了，我就去看怎么如何翻牌，美啊，帅哦，我觉得很帅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买了另外我一只最贵的06、08、10，一直死一直，然后我就一直去看那个又降又降完，它就掉了很舒服，你要经济最高的，你要发，然后你不能抓住 HP 的开车的，你只能抓长血的。过后我一天玩了过后我就升了，哇！然后加上你那个 Ambulance 要很高。这三个啊，我是出钱的那个，我要快拿到钱。啊，我是第一个。不玩啊，已经可以让我风险快了，你懂吗？我一拿 MVP 啊，对方5000多块。